你多大了？14。那你怎么不去上学呢？放羊。放羊干啥呀？挣钱。那挣钱干啥？娶媳妇儿。那娶媳妇干啥？生娃。那生娃呢？放羊。同学们，这是我半个月以前拍摄到的。我没有想到，在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，坐车也只是需要4-5个小时的地方，居然还有人是这样生活着的。我跟那个放羊的男孩子对话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精神都快要被他打垮了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像一个哲学家。你们不要笑我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暑假的时候我还会再去的，以后每个假期我都会去。我要替那儿的孩子捐书，我要教他们认字，没准以后我还会在那儿建一所学校什么的。所以我想请同学们帮个忙，大家可不可以捐点钱？我在这儿替那儿的孩子们谢谢大家。又郁闷了。嘿，这一个多月了，捐多少钱了？500多块。500多块啊，这么多，那够建一所希望小学的吧？爱珠儿，你别这么难为自己了。这捐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？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拿着这500多块到他们村里去，请全村的人吃碗羊肉臊子面算了。
哎，你跟我说句实话啊，你是真被他们感动了，还是被那种穷日子给吓着了？你没那么残忍吧？我怎么残忍了？你怎么不想想，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啊？要是我的生活从头到尾就是这么一个圆圈，那我宁可现在就去死。谁啊？我是卢慧啊。干嘛那么急的？不是我找一下卓尔。卓尔。干嘛？那你赶紧去趟医务室，刘波出事了。刘波出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把他这个月的生活费全都捐给你了，他天天在食堂喝米汤。刚才我们打篮球的时候，他没跑几步就晕倒了。哎，丁丁啊，帮你箱子看好了啊。哎呀，你还有事吗？哦，你换洗衣服给我，我。你不是刚洗过吗？嗯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啊，还是俩热菜是吧？哎，我先，我一会儿给你送来啊。我不要葱啊。啊。你怎么了？啊！哎呦！哎！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你一个月光喝米汤，那怎么行呢？我喜欢你的个性，你就是想上天。我要是能为你找来梯子的话，我也愿意。哎，别动啊！哎，稍微等一下。哎，别动，不能再动了啊！好。丁丁，吃水果。刘波，四年同窗没看出来呀？怎么了？高手啊！这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得变个味儿，是不是啊？什么话呀！来来来，吃个苹果吧。这苹果没削皮能吃吗？那好，我给你拿水果刀去啊。什么话？削好了端过来。明白，我来。你一边去一边去，他就得使唤使唤他，快去，快去！好，好，好。刘慧，谢谢啊。哎，卓儿，嗯，这张照片拍的最好了，把你们俩那种幸福感啊都拍出来了。哎，其实啊，你这脸型啊不适合留长头发，你看，如果你要剪了短头发，再配上这个头饰，像不像那个赫本？奥黛丽·赫本，是吧？没事吧，卢慧？啊？那人家好不好看的，得刘博说了算，是不是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说卢慧啊，你要想让丁丁把头发绞了，你就别拐弯抹角的。怎么着啊？把头发绞了，拍一组幸福的结婚照啊？跟谁拍呀？人家都发出邀请了，没听出来啊？谁都跟你一样啊？那么没出息，一毕业就结婚，我还以为你得多高傲呢，一追就上手，一爱就结婚，没追求。我喜欢，嗯，哎，我愿意呀。来，哎，你
也不削成块，扎上牙签儿，这还用我教你啊？不是，我说你，刘博啊，要不我去把头发剪了，咱俩重新拍一组照片。哎，别别别，你别再瞎折腾了。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子最好看了。谁瞎折腾了？追求一下完美不行啊？哎，完美。刘慧，你说，这世界上有完美吗？哼，你说拍这么多结婚照，我都觉得多余。你说白白浪费银子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娶一老婆太不容易了，买家具、刷房子全是我的事儿，累死我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呢？瞎说什么呢你？谁规定结婚照只能拍一组啊？谁规定的？不是，照着你这意思是说还得拍啊？不是，你还想跟谁拍呀？啊，你想换人呐？怎么样，我把你换了，你以为我不敢啊？不理你了。来劲呢。我告诉你，陈忠儿，今儿可是好日子，你不许跟我来劲啊！谁跟你来劲了？为什么回回都是你有理啊？我说说还不行啊？我又没见他去拍。真生气了，嗯？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别相信爱情，别相信婚姻，你看看，自找的吧。人家刚过门，您就露馅了吧？我告诉你，男人和女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女人是因为结婚而浪漫，男人是因为结婚而现实，你知道吗？傻。哎，刘博，你小子可别太不知足了啊！人家卓尔够好打发的了，我跟你说，要换了我结婚，第一，那绝对不能住着没厕所、没厨房的房子；第二，得年年去拍照片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傻呀你！我不跟你劝架呢吗？有你这么劝的吗？你这明明是拱火呢！你，我卓尔跟你关系好，我知道。可是现在跟我结婚，她是我老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许把我们家卓尔给带坏了。哎，刘博，你真的假的呀？你不至于吧？哎，我说什么了呀？我，刘博，你也太不自信了吧？什么叫我把卓尔带坏了？你以为人卓尔小孩子呀？你以为人卓尔就没主见了？不用我教，人卓尔能听你的话？说的什么话呀？你干嘛呀？没听见我说话了吗？切，真没劲。一点幽默感都没有，我走了。陈卓尔，你听好了，那明面上呢是说我呢，实际上人家给你立规矩呢，别指望我救你啊。哎呀，我看你们俩把门关好了，好好的过你们俩的小世界吧啊。哎，丁丁，丁丁，哎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干嘛呀你？你别往心里去，他就这口脾气，你知道吧？你有点原则行不行啊？我，谁狗脾气？我不是，你说的是吧？好，你少搭理我。哎哎，丁丁，丁丁，哎，我去劝劝他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跟你
做饭啊。别做了，去我妈那儿吃吧。我做的饭不好吃？不是那意思。哟，这什么风把新娘子给我刮来了啊？还有日子没来了。我这不给你送糖来了吗？哎呀，喝点什么？绿茶吧。爷爷，哎，泡杯绿茶，咽点啊。哎，新来的。啊，年轻的。你好，你好。幸福的不得了吧？这一结婚，连人影都不见了。我还真没想到你是你们班女生当中头一个结婚的。哎，嗯，刘博这小兔崽子真是艳福不浅啊！怎么把你骗到手的？讨厌你，你成话痨了，你有完没完呢？哎，什么时候挂的灯笼？挺好看的。于丽他妈糊的，说他从延庆拿过来的。于丽，啊，你吃点什么？啊，我今天啊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跟师傅您学做饭的。做饭？嗯。你学做饭？嗯。你还不把我顶棚给烧了？这你做的饭是人吃的吗？你听着啊，我给你念叨念叨啊。嗯。三两雪花，四滴眼泪，少许相思苦，两把开心颜。菜名叫《受伤害的心灵》。讨厌。我哎呦，我哪有你说成这样啊？刘伯他不喜欢下厨房，他怕闻油烟味儿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你也不能学做饭呐，这烟熏火燎的。那总得过日子嘛，老乔。您像过日子人吗？我怎么不像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于丽。啊。干嘛去？别放那屋了，放厨房去。没听见吗？姑奶奶要学做饭啊！你同意了，走。哎，于丽，哎，谢谢你帮我拿下包啊。老乔，走。小伙子，点火。哎呀，老乔，你得接着翻呢。我翻不动啊。翻不动也得翻呢。哎，来来来，你跟着我来吧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好，勾芡。勾芡啊。哎，好了吧？好了，拿盘子。锅。这儿呢。不就好了？好了，搁那，搁那。嗯。味道不错。闻着挺香的，是吗？嗯，我来腰花尝尝。嗯，不错。真的吗？嗯，我尝尝，我尝尝，我尝。嗯，正点啊，我炒的吧？嗯，哎，以后我来给你当大厨吧。去你的，给你个杆你就爬呀？啊？嗯，你给我当大厨，我不得回他姥姥家去？哼，我要回去给我们家刘伯吃。哎，你跟这儿看什么呢？啊，我这倒水啊。你把茶搁这儿，你就走。啊，你盯前台去，别跟这儿盯着。哎，于丽，你的头发挺好看的。干嘛对人家那么厉害？这是我的人，我得管呀。真受不了了！看看吧，哎，小姐，再来看看吧，我们这今天优惠，烫发三折。哎哎，两位，进去做个头发。小姐，再来看看吧，我们这今天优惠，烫发三折。您看这头发多不多不轻巧啊！我们这儿啊，今天正好烫发三折，不用剪烫，不用剪烫一下就行。
您好，欢迎光临。要多长时间啊？很快的，我们用的还是德国药水呢。我还得回家做饭呢。您放心，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的。我先把菜给您搁那边了啊。来，小姐，把包给我，我帮你挂起来啊。是啊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刘伯，晚上吃什么呀？啊，我买了条鱼，我去给你做西湖醋鱼啊。真行啊，能做这么多菜呢！哎，你看多好看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黑的啊！一顿家常饭，让你给变出这么多花样。那当然了，我陈珠儿是谁呀？哼，这才是我要的生活。来，嗯，吃饭了啊！哎，等等，你洗手了没？洗了，用你买那个洗手液洗了两遍呢。哎，你闻闻。什么味儿啊，这么难闻！我哪知道你买的？什么呀？太难闻了！哎，伪劣产品啊，不能用了。还有啊，那手指你记着啊，又软又薄，上面又没有印花纹，也不能用了。哎，你现在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啊，以前用一毛四的手指，硬的跟石头似的，现在软了还不行了？那怎么了？我们换不起车子房，能换个手指还不成啊？你要注意生活品质，你懂不懂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尝一个这个。哎，卓儿，你挺棒的，能做这么多菜，我觉得特别幸福。快尝尝呀！哎。你在屋里还戴什么头巾呢？我刚不做饭吗？你不是最讨厌我头上有油烟味吗？啊，快尝尝呀！哎，这不是西红柿炒鸡蛋啊？你没吃出来啊？这是草莓炒鸡蛋啊，多好吃啊！怎么用草莓炒啊？还头一回听说，那味道有点怪。那你再尝尝我做的这个汤呀。嗯。这汤怎么有茄子味儿啊？本来就是茄子排骨汤啊。哦，你用茄子炖的排骨啊？哎，我说。你跟老乔师傅学手艺，就学的这些啊？老乔那脑子，他能想出这些花样，是我发挥的。嗯，也
也只有你能想着了。哎，你在家你就别带这个了。我一会儿还要洗碗呢，快尝尝我做的鱼嘛。好吧。来，你加一块。啊，蘸点汁。哎，别太大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？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刺儿。卡到了？没有。鱼胆破了，而且醋也放多了，别吃了吧。我去看看对门那小猫在不在。哎，你以为你不吃那猫就吃啊？咪咪，猫，快点来，你刘姑叔叔让给你吃的，来，多香的鱼呀！咪咪，快点吃呀！咪咪，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你在笑？你在笑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笨、特傻、特可笑？我不是笑你呢，我是笑那猫。哎，你说它怎么那么逗啊？它还会把身子转过去。刘博，你别再装了，你根本就是在笑我。我知道你是早就不喜欢吃我做的这些饭了。你别再装了，我也不再折磨你了。你再也别费这劲了。别呀，珠儿，别这样。我知道你挺不容易的，你看你为咱们这个家多上心呢，蚂蚁搬家似的，什么都往家里运，啊，这屋里整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那床单也是干干净净的，我身上穿的衣服每天都用得平平整整的。珠儿，就再说了，他那饭菜做的再难吃啊，那还能比那个毒药还难吃是不是？你看多好看呢，五颜六色的，有红的、白的，黄的、黑的，跟那春天的花园似的啊！你这不都是为了让我吃好吗？是不是？来，刘博，你别再装了，你是在故意挤的我，你当我听不出来？珠儿，哎，我说错什么了？珠儿，我真的觉得你挺好的，我没想到你这么会过日子。可是，有的时候吧，你那个情绪变化太大了，想法太多，我一下适应不了。真的吗？什么时候？你看，比如说，就像这个饭菜吧，你不用那么费劲，就做几个那个家常菜，每天换着样吃就行了。你看，像什么醋溜白菜啊，红烧肉、西红柿炒鸡蛋、黄瓜炒鸡蛋、韭黄炒鸡蛋，是吧？这都行啊。哎，还有这床单，不用每个礼拜都换。一两个月换一次就行了，也不用老买白的，老得洗还得漂白，我不太习惯，弄得跟医院似的，哎，而且还有点呛呢。啊，还有这些家具啊，不用老搬来搬去的，放的东西都找不着了。再说了，这家具也容易坏呀。刘博，其实你心里面特别讨厌我做的这些事儿，对不对？你对我特别不满意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珠儿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要骗你，我不是人。
什么真的假的？你根本就是在骗我！你有傻呀？哎，卓儿，你头发，哎，你的头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能随便乱动，动也得跟我打声招呼啊。那行，那你以后就梳这个发型吧，看上去还挺雍容华贵的。吃饭吧，饭都凉了。我不吃，我都被你气饱了。今天你洗碗。行啊，闹革命了啊！瞧你那点出息，闹个革命就是不洗碗。行，我洗行了吧？这个革命啊，我批准了。最讨厌雍容华贵，比如求收身的老婆。用什么容？我花什么贵啊？站好了，干嘛呀？哎，你说心里话啊，嗯，这工艺确实不错，就好像造型差了点吧，哈。啊，这儿我觉得再来点卷儿，这边应该也。来点卷儿，干嘛呀？这儿，这儿，别拉卡子，这儿干嘛呀你？啊，你干嘛呀你？有你这么拨人头发的吗？我觉得挺美的，嗯，挺美的。对，反正又不是给你看的，是给刘伯看，刘伯喜欢就行了。哼。哟，哎，你确实还越来越有样了啊！贤妻良母啊！啊，哎，你干嘛呀？你站起来，站起来。站起来！哎呀，我怎么说他好呢？往好听了说吧，雍容华贵；往难听了说，少妇一个。这本来就是啊！不不不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看到你50岁的样子了。哎，他手里啊少两样东西。什么呀？你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右手应该拿一把塑料花，左手提一点心盒子，然后礼拜天跟刘伯俩人回去看婆婆，哎，到照相馆再照张全家福，哎，不不不，还得是那种黑白的，嗯，脸蛋儿和嘴唇涂点红，讨厌你，哎，哎，左边，周儿，哎，烫头发了。啊，哎，这稿子你看一下，要是没什么问题，我就发牌了。哎，好的，嗯，嗯，什么味儿？好像是有鱼虾的味儿。哦哦哦，是那个，是我今天早上路过早市的时候，我觉得挺新鲜的，我就买了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会过日子的啊。啊，不过这吃的呀，最好别放到办公室。待会儿放到休息室冰箱里，嗯，也省得坏了。哎，啊，嗯，好的，嗯。哎，丁丁，你怎么抽起烟来了？嗯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？切，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谁跟你说的抽烟就是心情不好呀？抽烟对皮肤不好。卢慧知道你抽烟吗？他知道怎么了？不知道怎么了？我又没卖给他。哼，你们俩又吵架了？没有。要真吵架才好了呢。不抽了。哎，咱们编辑部要在西藏建一记者站，你想不想去啊？啊，真的？嗯。
可是我去不了，我得照顾刘伯呀。刘伯，刘伯，你除了刘伯还有什么呀？我发现你堕落了啊，越来越跟你没共同语言了。你才堕落了呢，你看看你，你堕落了。哎呀，行了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走了。哎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身衣服赶紧给我换了，我刚才当着同事面没好接你啊。还有那发型难看死了，成什么样了？还有，以后不准带着菜上班，听见没有？跟老妈子一样。这边坐，来，把东西给我吧。还有包，我给您挂到后面去了啊。西边出来了，啊？哼，等你做饭吧，我早饿死了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这么晚呢？哎，你那弯儿呢？怎么变直了？直线之间的距离是最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的那些弯把我们俩之间都隔远了。哎，你又犯哪根筋了啊？我知道，你就是诚心不想让我高兴，是不是啊？啊？你说，我怎么感觉好像老是在换老婆呢？那不正好合了你的意了啊？一天换一个老婆，那感觉多好啊！哎，不对，珠儿，你说错了，老婆只能有一个，我只要一个老婆就足够了。你少甜言蜜语了，要是两年前我听到这话，我会高兴得不得了，可是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这话有什么不对的吗？哎，照你那意思，我是不是应该有个三妻四妾？我可不是这意思啊。刘伯，我问你啊，你到底要娶的是一个老婆呢，还是要娶的是我的陈珠儿？嗨，你不就是我老婆吗？哎，不对，其实你要的只是一个老婆，只要她有着弯弯的头发，有着稳定的收入，可以给你洗衣服，陪你睡觉，陪你说话，而那只是我的一小部分。哦。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改变发型的吧？对，我就是想验证一下我的感觉，他们我是对的。我说陈卓尔啊，哎，你能不能别有那么多感觉啊？这生活就是生活，过日子就是过日子，别把简单的事情啊搞得那么复杂。你不觉得生活太枯燥了？我就是想找一些新鲜的感觉，怎么了？就是一个头发嘛，
那天天变来变去的啊，那有什么好新鲜的？再说了，你自己也不觉得累啊？把暖瓶拿来。人家都说我越来越俗气了，越来越像小少妇了，我自己也感觉自己越来越老，一点创造力都没有。谁呀？谁谁谁谁呀？谁那么讨厌？哦，是不是丁丁啊？这丁丁啊，最讨厌了。不，哎，再说了，你结婚了，你就是少妇啊。少妇怎么了？讨厌丁丁。哎，吃吧。晚上就吃这个。刘伯，嗯，跟你说一事儿。说吧。我们报社想去西藏建立一个记者站。嗯。我想去。去西藏？好好，你去西藏干什么呀？哎，你不是刚从总编室调到研究室吗？好好，你瞎折腾什么呀你？谁瞎折腾了？你忘了上学的时候，你不特想去西藏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你看，我可以在那儿待半年，而且可以有一大笔的津贴，允许家属去探亲一次，可以报销来回的机票，多好的机会啊！得了吧，你们单位肯定是派不出人来了，哎，就你傻是不是？谁说的？特别多人想去，丁丁就想去，可他心脏不好，去不了。刘伯，你到底同意不同意？卓儿啊，你的身体不适合去西藏，你吃不了那个苦。你怎么知道我吃不了这苦啊？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啊？你就作吧你啊，早晚得做出事儿来。With the capital's Wang Fujing department store. And the work of architectural genius Frank.